接着啊，再看下面第六首啊，或有难思察，化学所成就，化佛皆充满，菩萨普光明。这一首也是赞颂诸佛如来的宝土，是殊胜庄严的世界。难思是无法想象啊，用现在的话讲是无法想象啊，这个插图太美好了啊。花雪，我们先假想啊，许许多多不同品种的花啊，把它做成一个花环啊，做成一个花环啊，各种不同的花做成花已经很好看了，再把这个花环的时候旋转更美了啊。那么这种景色现在人很容易理解啊，因为现在电脑很发达，电脑里面做的那个图案千变万化了，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他所表的呢啊，今天要表所代表的，现在人讲啊，多元文化啊，多元文化的交流就是这个现象，美不胜收啊。啊，现代的社会资讯发达，交通便捷，像美国这些先进的国家现在正在发展快速的飞机啊，我听说这个飞机的速度比现在的这个民航机的速度啊，大概要快一倍到两倍啊。如果比现在速度快两倍的话，我们能够想象到现在这个飞机差不多这个一般的速度啊，是一个小时900里到1000里。如果这个飞机速度能够发展到2000多里、3000里一个小时，从中国到美国这个航线用公里来计算10000里，如果一个小时飞3000里，4个小时就到了。那可以早晨到那边上班，下午回家了。地球缩小了，啊，地球这一缩小的是，人与人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现在有人讲地球村的，这话讲的不是没有道理啊。我们大家共同住在这个村庄啊，怎么能不爱护呢？啊，怎么可以在这里做冤家做对头呢？那不是自己找苦吃吗？啊，所以这个多元文化了，这个理念必须要建立，而且一定啊要落实啊。再小的国家
再小的民族，我们要尊敬他的文化，啊，要尊重他，要爱护他，啊，他有他的特色，啊，我们观光旅游到那里看到，哦，这不同的文化，啊，《大方广佛华严经》啊，那个经题就是多元文化。花花园啊，啊，这个大花园啊，大花园里面收集的这些花了，品种齐全啊，没有一样没有啊，你到那里去参观去欣赏，美不胜收啊，叫华严，严是庄严美好啊。这个经题梵文原文叫杂花庄严，我们中国人翻译嘛喜欢简单啊，杂花杂字不要了，用花就好了啊，庄严庄字不要了，用严啊，所以叫华严经啊，所以经题里面就是多元文化啊，就是要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助合作啊，那你才有得看呢，啊，有得欣赏啊。如果这个花园再大，品种只有一种，你想想看有什么味道？看完之后不必再看了，都一样了。啊，我们今天出国观光旅游，如果全世界文化都相同的，还有什么好看的？没得看了，就是不一样啊，所以才要去见识见识啊。啊，假如变成单一的文化，全世界哪个文化强是他的，其他的不同的全部都消灭了，观光旅游这个行业就没有了，你还有什么这好出去的啊，什么也看不到，看都一样的，我们得多想想啊，单一是绝对不可能，决定做不到的，只有给这个种族结缘处啊，你就是把这个种族消灭了，他的怨恨在，冤仇在啊，将来找到机会还是要报复啊。在中国历史上最近的慈禧太后灭了清朝，这个英国历史上有记载啊，清朝在初期啊，还没有建这个国的时候，他这个族的邻近也有一个小族叶赫那那氏啊，清这个族把他灭掉了，酋长在死的时候对天发誓，我这个族里头即使剩下一个女人也要报仇啊，这一桩事情记载在清朝宫廷条例里头，所以清朝宫廷决定不许叶赫那那氏的人进宫，这个条例严厉实施200多年，你看经历了啊，康熙、雍正、乾隆啊，康熙60年，雍正13年，乾隆60年啊，那么在乾隆下面嘉庆啊，道光、咸丰，200年过去了，哦，都没有出事情，于是乎就疏忽了。慈禧是叶赫那那氏的，进宫的时候，这个咸丰皇帝知道啊，但是
这没事了，200多年了，哪里还有这回事情？把他接纳了，最后他把清朝灭掉了。你看看他们的酋长，这个心，那个报仇的那个心，多么坚决！等你200多年之后，你的运衰了，我再来，还是把你灭掉。冤家宜解不宜结。今天国际上的纷争，用武力、用报复，不能解决问题。这个仇结下去，冤冤相报，世世代代没完没了，这是事实，不是迷信呐！不可以结怨，要化解，才是解决问题。化解是一定要尊重别人的文化了，尊重别人的传统啊，尊重别人的生活习惯啊，入境随俗啊，快乐无比啊。我们几乎是半个世纪在海外流浪啊，走过不少国家地区啊，我们完全把佛法用上了。无论到哪个国家地区，我是很快就融入他们的社会所以能到处受人欢迎啊。你要坚持我的那些这个习惯方式，你跟别人格格不入，你跟别人做对头啊，不是做朋友啊，你的日子怎么会好过呢？无论到哪个国家地区，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这个生活习惯，我们能随缘要随缘，跟他打成一片，跟他做朋友，欢喜快乐啊！我们帮助他，他帮助我们了。这是从我们生活经验里面学习到的这一套方法就能解决今天世界的纷争就能够促进世界和平化玄所成就这五个字，你就想它意思多深不同的这个文化成就真善美慧道理要懂你要能体会得到华严经字字句句意在言外所以你看不懂的，你就不晓得他在说些什么你真正看得懂的，其味无穷你才能够得受用你才能真正得利益化佛皆充满，菩萨普光明呢？这两句话是形容是说上面的成就那么这个社会多么美好全在自己这个要用智慧，不能用烦恼中国古人常说除四难，除人更难人与人相处要高度的智慧才能成就自己的德行人事这个环境虽然非常复杂古人跟我们说总不外善恶
啊，一个是善的顺境，一个是恶的逆境，啊，怎么就这两大类吗？佛教导我们呢，中国儒家、道家、古圣先贤都是这样教人。再看看外国这些宗教典籍里头，嘿，也是这样教人。这哪能错得了呢？所以我们这才悟过来了，古圣先贤教人的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是信的啊。他自己想出来的，为什么这么多人想，他怎么想的是一样的，那奇怪了啊。自己想出来应该各个人不一样啊，他们想都是一样的，那这就不是他的思想。我们从这个地方就要细心去观察本性自信的心得了，天然的 啊中国人所讲的英雄所见大略相同啊，英雄啊，啊，英雄前面讲的已经克服自己烦恼习气了，他所看所见的都是一样的啊，是性德，绝不是随顺他的妄想分别执着，因为从妄想分别执着出来的东西各个人不相同啊。只有把妄想分别执着打掉了，哦，那个都恢复到清净心，那个就会相同了啊。所以佛家讲的佛佛道同啊，啊，那我们今天用这个做一个例子，我们能够推想到啊，觉悟的人跟觉悟的人见解就很接近啊，迷惑的人跟迷惑的人见解是决定不相同。那么圣人教导我们，我们要记住，我们要学习，要真正做功夫，要真正修行啊。我们除逆境啊，逆境是我们的环境不好啊，很恶劣啊，样样都不称心不如意啊，啊，周边所遇到的呢都是恶人，都不是善人处这个境界，我们应该怎么处罚啊？这个境界古人有最明显的例子，舜王，中国二十四孝头一个大舜啊。你看舜处的那个环境啊，他遇的那个人，那人是什么呢？父亲继母跟继母生的这个儿子都是跟他做对头啊，啊，都是恨不得把他害死啊，啊，他能尽孝，他没有看到他父亲的错不错不是处，没有看到他继母他继母弟弟的不是处，总是觉得我自己做的不好，为什么他们这么讨厌我啊，天天反省，天天改过，真的就不就是六祖讲的吗？他真修道人呢，不见世间过，他没见到别人过，他见的是自己过，天天反省，天天改过啊，这样子三四年把全家人感化了，所以大孝啊，中国讲孝道第一人啊。那么在佛法里面讲的是他的父亲继母那个继母的弟弟都是他过去生中的冤亲债主啊，他能够化怨为亲，化敌为友，这个了不起啊。那到别人的时候，在这个环境的时候起怨恨心，起报复心，那这个怨恨报复
那就造成了仇恨，越结越深，生生世世冤冤相报，那就不得了了，那个就苦不堪言了。啊，果报不是一生，生生世世啊！啊，我们出逆境，啊，遇到的恶缘，要学顺往。你看，他在这个环境当中，养成自己的大德，啊，大智、大德、大贤，感动那个时候的皇帝尧王啊。尧王听到有这样一个人，把两个女儿嫁给他，王位让给他。啊，这个有道理啊，他能够感动他这样的父母，把他从恶人变成好人，他就能感化一国，他就能感化天下。啊，尧有眼光，有智慧呀，选他做继承人。啊，那么在佛法里面，我相信每一个同学都念过《金刚经》啊。你看《金刚经》里头，忍辱仙人啊，被割力王给接身体，那是逆境恶缘呐。啊，忍辱仙人，我们在佛经里面读到，释迦牟尼佛说他的前身，他没有成佛之前啊，修菩萨道啊，菩萨修六波罗蜜啊，他修忍辱波罗蜜的时候啊，遇到这么一桩事情啊，修忍辱啊，啊，被割力王凌迟处死啊，不是痛痛快快叫他死啊，用刀割肉啊，一片一片割下来，这样子把他处死。割力是梵语啊，割力王要是用意思上翻呢，中国人就翻成暴君啊，残暴啊，不讲理的啊，这样一个王啊。啊，菩萨修忍辱的时候啊，遇到这个恶王一丝毫忏悔的念头都没有，佛在经上说他忍辱波罗蜜圆满了，等于说经过考试啊，这样的考试你有没有忏悔心，还动不动忏悔念头，没有，毕业了，没有这个人来考试，你这关没通过，你毕不了业啊，没有一丝毫报复的念头，持戒波罗蜜圆满了啊，不杀生这条戒圆满了啊，所以两个圆满了，他生什么心呢？感恩的心啊，他用什么报答呢？他发愿，我将来成佛第一个度你啊，所以割力王的后身就是乔成如尊者，释迦牟尼佛成佛第一个证阿罗汉果，第一个得度的，这就是化怨为亲呐，化敌为友啊，这才是真正解决问题呀、啊！啊，不可以对立了。不可以报复啊，不可以生成慧心啊，所以大乘佛法要能够普遍宣扬，大家都懂得这个道理，这个世界上哪里会有灾难呢？啊，哪里会有冲突呢？哪里会有什么恐怖分子呢？都没有了。
佛法是真能解决问题呀，可惜没有人知道啊。那么现在虽然是科技发达，我们每一场的讲演都从网络上传播，虽然传播到全世界，听的人还是太少太少了。我所晓得的也不过是几万人、十几万人在听啊。世界上人口70多亿啊，十几万人听算什么啊？这是我们感到非常遗憾的。真正听懂的、明白的人少。那出顺境一切称心如意，好啊，顺境啊，遇到人都是好人都是欢喜你的、赞叹你的、帮助你的，是这个境界好啊。那也是考试考试什么呢？你有没有在起贪念的念头？如果起念贪念的念头，你堕落了。这个考试跟你说，比那个逆境的时候还要严峻。一般人晓得这个逆境卧云人容易堕落，没错，不知道顺境善缘呢更容易叫人堕落。在佛经里面，善财童子他就是除顺境善缘。他不贪图富贵啊，他能够舍弃，能够放下了，像释迦牟尼佛。你看，生长在皇宫啊，父亲是国王啊，名闻利养样样具足啊。他的环境是顺境啊，是善缘呐。他要一贪图富贵呢，他就出不了六道轮回了，就堕落了。他能够放下名利，能够放下权位，一生干什么呢？从事于多元文化教育的工作，他选择这行，他不愿意做国王。我们在经典上读到，武艺超群呐！他不愿意做将军，不愿意做元帅。不要财富，什么都不要，他过一个清高的生活，从事于教学，而且义务的教学，伟大了，教育家了，释迦牟尼佛是教育家了，中国古人讲的，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所以中国立国到现在我们讲统一，刘邦这是打败项羽统一了国家，一直到今天，虽然中国这2000年改朝换代
始终是统一的，历史上没有啊，全世界哪个国家都不能跟中国比啊！啊，两千多年来维持统一的局面，这不可思议啊！靠什么呢？靠教育。汉朝这些帝王了不起，汉武帝制定中国教育政策啊，他懂得建国军民教学为先啊，首先把教育办好啊，而且教育是呢，孔孟是中国教学的主流，以后佛法进入中国也成为主流啊，所以在中国这个教学儒释道三家教导这个地区啊，所以这个地区的人有智慧呀，有德行啊，懂得礼让啊，没有竞争的，只有礼让啊，懂得尊重别人啊，中国是个多元文化的国家。自古以来是许多小国家小的这个族群组合成的。那么现在中国我们看到国家发表的中国有56个不同的民族。国家承认的是五大宗教。这是多元文化的一个多元文化能够和睦相处。几千年团结在一起不容易啊。所以汤恩比波斯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这个话说的很有道理啊，不是中国政治统一世界啊，也不是中国军事统治世界，是中国什么东西统治世界呢？中国文化，不是统一领导世界。意思是这是这个，也就是多元文化的先进国家。我们要把这个本质看清楚、看明白，中国是多元文化，这个是。最优越、最有成就的这个国家，足以为世界这个族群和睦相处、宗教和睦相处的榜样啊、典型啊，能够化解这个全世界的社会冲突，能够真正促进世界和平。我们要把这个2000多年的经验成果发扬光大了，能够拯救这个世界啊！我心目当中看佛法，我没有把它看作宗教，我把它看作教育啊！所以我一学佛一出家，我在台湾就提出佛陀教育不要让社会大众误会这是宗教，这是迷信。佛陀教育，释迦牟尼佛一生从事于教学工作你看经上常常讲的将近300余会也，说法49年那个讲经300余会，这个会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呢，他办这个教学的活动办300多次像我们现在想办这个什么这个讲习班呢 办这个讲座要办这种活动300多次
49年了。啊，那么他的这些讲学讲座，在当时印度没有统一，那时候没有统一，都是小国家、小部落，他是各个地方去办，啊，各个地方去教。自己生活非常简单，不接受人家供养，啊，所以我肯定师尊是多元文化的教育家，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义务工作者。他不接受报酬嘛，有教无类啊，不分你是哪个国家的，你是哪个族群的，你是哪个宗教的，通通不分，只要你来我就热心教你，跟中国孔老夫子一样，啊，自己过最简单的生活，真正做到了与人无争，与事无求啊，所以大家对他不能不佩服啊。啊，当时他的学生有国王大臣，也有乞丐，啊，他心目当中义理平等，啊，平等心待人呐，对于事出世间法没有一丝好贪念的，没有一丝好迷惑啊，所以，在这个逆境、顺境、善缘、恶缘。这个里头真正把贪嗔痴慢这四个烦恼断掉了，连根都拔出了。我们学佛要在这些地方学啊，所以学佛对于佛一生的事迹啊，佛的理念，佛的愿望，佛一生所作所为，你都不知道，你学什么佛啊？我们学佛的是要学的跟释迦牟尼佛一模一样啊。就是在境界里头把这个贪嗔痴慢断尽啊，所以我在前年移民到澳洲啊，离开新加坡，我写了一副对联，处逆境随恶缘无成慧，业障尽消啊，好事情啊，不是坏事情，消业障的啊，啊，那些恶人对待我啊，诽谤我的，侮辱我的，啊，陷害我的，都是我的善知识啊，都是佛菩萨了，他帮助我消业障啊，我感激他了，啊，没有一丝毫怨恨心，啊，没有一丝毫报复心，我要学释迦牟尼佛。下联是除顺境随善缘无贪痴，复慧全现啊，我们这些年学习佛法没有白学啊，真用得上啊。
啊，在什么，在人事环境、物质环境里真用得上啊。不论外面环境是什么，永远保持自己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能保持得住啊。心在道上，什么是道啊？啊，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是道啊，大道啊！啊，这是信德了，这是自己的真心本性啊！一切时、一切处啊，不设真心，不设本性啊。那么在日常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这叫随缘。这里头没有攀缘啊，随缘跟攀缘从这个地方生的，然后你才能真正看到化佛啊。所有一切众生都是化佛啊，化佛你不好懂，把这个字颠倒一下，佛化，都是佛变化的。怎么会不感激呢？啊，善人佛变化的，恶人也是佛变化的。哎，佛变化个恶人来考考我，啊，看看你的德行、你的功夫有没有成就，你还会不会起嗔恚，啊，还会不会有不高兴的念头，啊，来考考你呀。啊，化善人顺境也是来考试你的呀，看你有没有贪爱。果然在一切境缘当中如如不动，也成就了啊，全是化佛，全是菩萨了啊。所以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啊。就看你用什么心啊！现在人讲的是你用什么眼光，用什么角度去看真的外面境界没有善恶，没有是非啊。欧耶大师就讲得很好，境缘无好丑啊，啊，境是物质环境，语言是人事环境，啊，没有善恶，没有好坏，善恶好坏从哪里生的？从自己心里头生的。自己心善，没有一样不善；自己心不善，没有一样是善的。啊，欧耶大师《临风宗论》里头讲过啊。六祖坛经里头也这个说法了啊，希望我们要会度，要会体会啊。所以生活在现在这个时代，在这个社会，一样的常生欢喜心的这个世界跟极乐世界没有差别，入了境界没差别，跟华藏世界没有差别，法界是平等的啊。那么这个是真正的学问，真正的功夫啊。你要不在生活上去历练，不能落实，你会听会讲没有？你烦恼照样起现行啊。换一句话说，
贪嗔痴慢常常发作，这就不行了。这是造业，业后面一定有果报。你还是落在这个里头啊。我们再看底下一首，第七首：或有清净刹，习是种树花，种花树，妙之布道场。应以摩尼云，这首偈是从比喻上说的这个比喻意思很深里面的含义完全是讲圣贤的教育第一句是说这个社会好，这个世界好，清净它的清净从哪里来的呢？下面就讲了，习是种花树。这个树我们前面讲的很多，树是代表什么？建树。我们今天讲建立就是这个意思，树立这一切事业呢，我们立一个事业，我们立一个学校我们立一个机构，佛法里用树来做代表那么它这个建树是什么呢？它这个建树是花花表什么？花表大乘佛法代表什么？代表是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那这个你懂得这个意思，你就晓得种花树就是这个社会呀，各个不同的教育像我们现在的社会呀，许许多多的大学，许许多多不同的科系，种花树但是现在这个世间学校很多，科系很多，没有圣贤教诲，这很遗憾的我在澳洲为什么要参与大学实在讲，参与大学对我来说浪费我的时间，浪费我的精力我去那有什么意思呢不如我在自己摄影棚里面天天上课我面对的同学们，大家在一起共学的比学校学生多得多昆士兰大学学校才3万多人呢格里菲斯大学也只3万多人呢南昆大学生更少，不到10000人哪有我们这网络同学来的多呢为什么就参与呢？就是因为现在大学里头没有圣贤教诲，我们去目的把圣贤这个教诲带进去希望他们了解到这个世间学说里头还有佛学教育，这一门东西里面有许许多多他们向往追求而没有发现的在这里头
啊，哪些东西没发现呢？头一个发财，全世界人对发财啊，哎，学佛的人一定发财，不学佛的人难呐、啊。哎，这里头教你发财的，哎，教你聪明智慧的，教你健康长寿的，世间人就想这三样东西，就想疯了，想不到啊，那你晓得都在这里头。啊，你要把这个学会了，啊，发财的秘诀得到了，聪明智慧的秘诀得到了，健康长寿都得到了。佛事门中有求必应的，一点都不假。这么好的东西，中国古人聪明，你看历代帝王都是虔诚的佛弟子，啊，你看看中国朝廷。哪一个帝王这个朝廷里不请法师去讲经的？都听了，都学啊！啊，这个近代的，你看看清朝这个宫廷里面，啊，请法师讲佛经，请儒家讲儒家经典，啊，请道长讲这个道藏。真学的真懂啊！啊，他要不学了，啊，慈禧不要，啊，慈禧不请这些法师讲经，啊，要这些人当他的顾问，啊，不请他们到宫廷讲经，啊，他在宫廷里搞什么呢？嫁鸡孵卵，这就真搞迷信了，所以他把狗忘掉了。啊，这个事情是从前我的老师告诉我的，啊，张家大师，啊，张家大师在清朝过世了，啊，慈禧喜欢相信腐乱，啊，国家大事很多这个重要的事情，腐乱来决定，啊，这是很大的忌讳呀，中国古圣先贤的教诲呀。国之将兴啊，听于民啊，你国家兴旺啊；国之将亡啊，听于神，你听鬼神的，你这个国就快亡了。《左传》里头讲的啊，国家兴旺是吧？你听老百姓的，老百姓想要的，你能满足他，你得人民拥护支持你啊。你听鬼神的就完了，啊，不顾人民的时候，啊，听一天听神的，国家亡，啊，腐乱，确实是有这些事情，啊，因为我小时候见过这个东西，啊，我看到的时候是始终摆在心里，解不开这个谜。啊，小时候那时候抗战初期我住在福建，啊，福建人的时候喜欢搞这个东西，啊，但是他那些腐乱的时候我看到的时候也不能不信，为什么呢？这个腐乱的这个人，伏击的这个人不认识字，啊，多半是什么呢？挑水的，卖柴的，拉黄包车的，那随便就是找两个人来，那个机盘一个人扶一边，居然在沙盘里面就写出字出来，你不能不相信啊，他不认识字啊，啊，大概一个小时会写出几十个字，啊，以后我在台湾也遇到，台湾是机统，是职业的，那别的人就不能做，专门他一个人搞。一个人搞的时候，我在沙盘上看，啊，看很久啊，那个动得好快啊，我一个字也看不出来，啊，他口里就一面动一面念，好有一个小时下来的时候，写了好几千字，我就把这个事情的时候向张家老师，这个搞不出，啊，这个很容易被人欺骗，啊，
但是那个不认识字的那个是可靠啊，虽然可靠多半是灵鬼呀、啊。他也想做一点好事啊，劝人行善啊，啊，所以小事情很灵，大事情他就乱说了，啊，他也要面子嘛，啊，不知道他也说他知道嘛，反正你也找不到他，啊，小事很灵，大事不可靠，这张家大师告诉我的，啊，所以这个鸡同是很难相信的啊，所以这个种树的时候啊，是这个种花树啊，是教育，是教学，学校多，科系多，科目多啊，现在讲项目多，妙之不市场啊，这妙之就是他的这些职业，职业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学院、学系。学科啊，样样都有啊，应以模拟云啊，这是一个教育非常发达的社会，非常发达的地区啊，人人都受过神仙教育，人人都受过技术能力的这个教育，这个社会怎么会不真正相融呢啊，道理在此地啊，这是佛在此地教导我们的啊，只要把教育办好，圣贤教育着重于品德啊，人有品有德又有技能，自自然然为社会为众生造福啊，他不会伤害社会，也不会伤害众生啊。好，现在时间到了。